好远了，你说。火警道，火警道在哪里？你到那林场。哦，王家明。OK。叫什么大名？张俊。谢谢。
先帮我拿，我去录。啊，那个也快结束了，不用录。好，你先去领加班。OK， 好，拜拜。这两队我没有打过，打过了就打过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副区组啊。太太怎么换？没有啦，还蛮好的够。对面那是穿很花的两件花裤的。对啊，然后这一队是我们有一天很早的时候，七早八早就打他们第一场。那是太太，我忘记。他太太会打。对啊，但是他是正常打。是长这样吗？对啊，我很高。